不要在去广告的时候老是说人家离婚的事儿嘛，说点正经的事情不行吗？还要讲离婚，假如有这么多钱的话，离婚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，对方也很快乐，对不对？大家分一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那个生活可以双倍的美好的。两个已婚男人都在谈离婚的向往是吗？嗯，没有，我们其实刚才谈到说，假如有人离婚分了好几个亿给他老婆，他老婆就可以好好去享受嘛，找其他男人的嘛，找其他男人啊，对对对，那我们就说，哎，我们之中文涛最有资格嘛，那当然，你说我有这钱是吗？啊，对，最容易被人家看中，对，最有本钱。哎，行，我等着接收呢，等接收大员。那个，咱们不能光聊离婚的事儿啊，美国都那么大风暴了，难道我们不应该关心吗？对吧？美国你知道吗？哎呦，那个我那个美国朋友上今天他昨天什么上班回不了家了，在办公室地板上睡那个睡袋，你可想见得大到什么程度？所以我们这里一片光明啊！哎呦，这叫风景，这边多好啊！曼哈顿，你看那个整个那个塔吊啊，就这样的，这样的这么大的，好像看到一张照片说曼哈顿一片漆黑啊！啊，黑了。Sandy， 你知道这玩意儿叫 Sandy， 跟咱们公司女秘书的名儿。Sandy 这个在宇宙飞船上已经拍下来那个照片，相当大的一个气旋，我甚至认为香港都受到影响。你看今天什么天气？对吧，香港受到是北方冷空气的影响，管他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照片。来，这个圈吧，Sandy 真漂亮，这是香港吗？白发，白发魔女啊，白发魔女啊，你看看下面，这下面，你瞧，哇，你瞧，哎，让不让你想起北京？北京的那一夜啊，呼一下子，再看，你瞧，水呀，啊。那个海啊，涌进了纽约地铁啊，海都涨起来了。你再看下边，这就是你说的曼哈顿啊，有一片漆黑，是2012啊末日景象啊。那还是有光嘛？那是 Chinatown 唐人街 ，Chinatown 永不打烊，挂一个牌，我们不打烊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你再看下边，哎呦，这超市抢购啊，美国人现在这灾难意识，你知道吗？抢购一空了，然后往下看。奥巴马在与国分忧，奥巴马跟水淋的哈，黑人家卷头发都变直发了，现在在忙着大选，他们现在都在分析说一个 Sandy 对什么美国大选有什么影响，我闹不明白。再看下边，哎，哇，像不像那个 Independence Day 那个天煞？对，这个是真的照片，这就是 Sandy 那个气旋呢，不是科学家，不是真的。好家伙，这像不像那个后边藏着一个那个银河帝国的飞碟，是吧？你看，你再看下边，我的刚当赛，我的刚当赛，怎么对这个人那么感兴趣？这谁弄的？我们自己弄的。我们弄的。他现在，他这两天这伍德刚的是他上脑啊，是吧？什么事情都是他。不是这个不是马家辉，奥巴马呀，奥巴马和那个罗姆尼都跳。大选的时候为了取悦年轻选民嘛，都跳这个舞。对，其实我就说这个舞的 Gangnam Style 这个舞啊，本来应该是属于香港的，又被韩国人拿去了，因为它典型的是马照跑舞照跳，是吗？香港人最该跳的。